就职路二红色太古组合。20虽然在快结束时出现了些插曲，裁判的电脑出现了故障，经过多方面的讨论 ，And we're gonna play the last point without。杨国轩再度与泰国组合再战，挑战重新，最后绿茶在线，直接拿下。让我们一起回看精彩。Service over。首局比赛开打之后，李哲辉、杨国轩就率先连杀。但对手明显也是做过功课的。迅速追至三局。Service。4。但李哲辉、杨国轩没给他们反超的机会。将比分拉到8-3。Over 4。之后更是牢牢守住攻势。11-5。Interval。Go！ 休息回来后，李哲辉、杨国轩一鼓作气。Service over。将分差越拉越大。Service over. Yes. Yang. Service over. 60. 之后更是一路保持领先。对手试图追上他，但看着巨大的分差也有幸运。18-11。12。Service over。13。只能看着李哲辉、杨国轩不断得分。二局逼入绝境的泰国组合拼死拼搏，从开局就死死不得分。2-1，比分不断交替上涨。Service over 3。Service over。每每李哲辉、杨国轩得分拉开。泰国组合就迅速追上。
6 all. Service over. 11. We're gonna play the last point without the. 李哲辉，杨国轩没给他们打机会，直接21-16。